然后这里是东南亚服，因为它上周有一次维护，然后它这边就有一个补偿的箱子。来看一下，好吧，给了三个八格选择栏，十个神奇还原器，十个这个 safety charm， 三个成长密钥，三个倾向成长密钥，十个经验券，然后一周内会过期，还有十个特殊荣誉勋章。Premium Safety Charm， 这个 Premium Safety Charm 护身符，这么多，我这样子就可以飞速成长了，真是好东西。选错了吧 ？Diligence， 选错了。原来还可以选那个仓库的，Item drop rate， 这个好 ，Dexterity， 啊，什么鬼 ？Legendary， 哇，强啊这个。Bye.